正好呢，也快赶上父亲的生日，就是儿子跟我们说的，所以他借此地，他想打开这样的心扉之路。首先，儿子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就看他开不开口，啊。你真的是很优秀，我也同时我也希望你以后努力做得更好，儿子，你是最棒的，你是好样的。父爱是一座山，高大威严；是一汪水，深藏不露。父爱是一双手，拥抱时轻抚着脊背。父爱更是一滴泪，在病榻前日日期盼你重新站起来。我对你的爱可能说不出口，但是你永远是我最深爱的人了。他画的这幅画呢，左上角画的太阳，中间画的房子，房子代表家，更重要的房子画的也很高大，门窗都有，这说明这个家对他是非常非常认可。我也希望这位嘉宾的父亲以后在生活当中多直接的对这位男嘉宾关爱一些，温馨一些会更好。